在中国的多地掀起白纸革命，要求当局松绑防疫政策。现在上海的一个社区也传出有民众抗争。在画面上可以看到，一个被栅栏围起来的社区，大批的民众奋力的推挤，防疫的人员拼命的抵挡。而广州在30号宣布解除管控之后，上海也火速的跟进。官方微博在30号晚上宣布，从12月1号0时开始，24个高风险区域解除管控，有10个区域实施常态化的防控措施，但是其他区域风险等级还是不变。